动业报告检报告的哦，无领人。其实爱下三个，把如飞机票真啊便宜，咱是要去做出国的啊。去闽南无好人家，有在了做，因咱捌做过，从看完到时咱看咱来去反映下，再来讲。即咱个诶阿姐上飞机失班啊 ，Golden Pantry 对，我试过嘛去啊，啊你们家别派，特别真咩爱。哎，那是无 sponsor 来讲，一面爱食穿几块，爱一面学着，识衫，就起家接家房间都无变咁出来啊。分到海洋，分到海洋，伊厝在海洋，啊，你要看找 sponsor 啦，咱到时个来想啊，无 sponsor 那卖想，一面穿几块就，啊你，我是无想，我是去读册，啊你人 sponsor 我咯，我趁，是嘛？分掉，分掉两部分，个啊，去做啲嘢，咱人，我相信包括诶，即个东西咱都是有贵正诶感觉的，吼，大家计前辈了，啊，当然啊，是你无信耶稣，你话未来教堂，你应该见面前啊，无应该无支持啊，做咩做咩，做咩见面？哇，拢计拢唔敢讲啊！人听诶，无看诶，今日都要拜地公，是无拜上帝，无拜耶稣，你个是拜啥物？拜地公了。你看到人买甘蔗啦，你看去万山去倒买万甘蔗，愈长愈好。你做咩步步高升嘛？愈长就愈好啊！就是安。OK， 今日咱来看，我要甲你讲个题目叫做，我是要福建话，唔知要安怎讲啦，疯狂爱上神经啊！笑的真正疯癫的来爱主了，爱上帝啊！后尾到了群众这个地方，之前咱讲一个笑话啊。有一个退休的，已经退休了啦，叶文生啊，退休的查某明星，伊就无工作了嘛，伊做一个鸡苗，饲鸡仔，所以后尾啊，甲几百只鸡仔，甲一群的鸡母来饲鸡。啊！饲了几个月后啊，伊个鸡仔死个了去。朋友就一下奇怪问讲：“哎，啊，种梅都安怎饲鸡仔的？你养鸡来饲的？”啊，这朋女朋友就讲：“哎呀，我无喂，我无饲只咪啊！哎呀，无饲只咪，别怪嘛死去，你知影？”所以女朋友甲伊个朋友讲：“哎，是咩？鸡仔唔是鸡母饲的咩？是我饲的咩？”外资人来啊，你明白意思不？所以证明讲，这人啊是唔惊混蛋，混蛋是唔捌饲过鸡仔的。伊想讲买鸡仔来，咱放几只鸡母落去，鸡母也靠鸡仔对啦。所以这唔对嘛，所以鸡仔死了去。所以咱的思想唔相是咱的思想唔对，咱做的结果唔对啊。今日要甲你看一个经文啊。按照聖經所講的，我 respond， 我應回回我，我查，給我查。感謝主，不是阿你以 USB 來查的。感謝主，咱來看一下經文，聖經講的東西。聖經講，讀於《生命記》生命記第六章第五十節講：你愛盡心、盡誠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。我再讀一次，你愛盡心、盡誠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。這是舊約的聖經節。到佢新約嘅時準，耶穌講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節就係講到應該，耶穌對人講：你愛盡心、盡誠、盡意愛主你嘅上帝。但係變就係講，也即是界命中嘅頭一個，而且是上界大嘅。三九節，
啊，第二嘛相款，就是爱隔壁出边，成家己安尼款。第四十节，这路条改变是一切律法甲先知的话的总，安尼讲总纲，就是包括个了咧，当作的基督。特别我感谢鲁杰的帮助，我的话来拍开，叫主的加持我。假使我人用了话，我成家感觉我像咧啊，圣灵超叫你来教导我人，好我人会明白安怎来爱主，用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爱上帝。我感谢主，安尼将以下时间交托奉耶稣的名，大家讲阿门。那兄弟们，圣灵教导你，我变好多知影。就是马太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时阵啊，有一节有一种的人叫做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加文士。啊，咩是法利赛人加文士咧？到底圣经内面有一种的人叫做法利赛人 ，Pharisees and Sadducees。Sadducees 就是文士啊，样是做咩咧？样是真呀，读圣经读到真呀准的人。有一点嘛都无惊呢，圣经讲做职伊个做职，讲做奴伊个做奴，伊未去做啥，是真正认真的人来。那今日问，今日个情形是安尼款，今日有一个情形就是，即、这个种个人来问耶稣，有真正出家对律法，律什么叫律法？对路行啦，对路，圣经有路个啦，在古约时阵有路个，有十诫。啊！我有看了电视，伊都无先做，拢在讲十戒，摩西十戒，顶个物物，会袂使杀人，袂使偷窃，袂使讲偏差，袂爱爱尊重主这个十戒了了。所以有真啊济个攞落来，即法利赛人就是全队攞件个，无惊无惊个，都拄好个。所以伊个再来问耶稣，耶稣。你安尼白的字，你是先生吗？你是做法的先生吗？你来教我人，阿咪是第一道的命令。耶稣讲一句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上帝。从耶稣讲了这句话了后，唔是用心的话来。那你们做咩看我的经文呢？原来耶稣超越、超古约。生命记所讲的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上帝。原来耶稣讲这句话时阵，伊不是自己编出来，伊不是自己想出来新的道理来。伊希望你法利赛人家文士们同款，那是你做这行件都是真好了。意思是讲啊，爱主上帝，唔是一个选择，唔是选定。我下嘛，个爱主人波罗未，我不要紧啦。耶稣我无怪，唔是安尼款哩。耶稣的标准，到底古约上帝的点声？古约耶稣要来之前，甲我惊进，把你们想法从来是无改变。伊的标准，就是都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大家讲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爱主上帝。所以上耶稣无替来办好伊的这标准，甲落来淡薄，也是甲无安尼严淡薄。原来啊，真侪到咱信主了，咱想哎呀，信主了嘛好咯。信主有来教堂，有听道理，有好方言，嘛是对了咯，对，无得了啦。原来呢，原来咱信主了，唔是，哎呀，咱信主无办单了，阿咪讲袂使做了，阿咪讲袂使做，唔呀，会使去爬墙，会使去偷窃咯，唔是。原来圣经甲人讲相反的，你信主了后，你赶快去受上帝的命令。我用诫命，你可能听无明白啦哈。诫命啊，诫命，咱用白加简单来讲，上帝命令，你按照受上帝命令呢？耶稣讲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咱按照做到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呢？耶稣帮助咱，咱信主了后，伊教汝安怎来爱上帝。汝知影无？我无讲白贼，汝知影无？无人
无一个人，包括我，无一个人忽然间心主咧红了，哇！佮爱主了，哇！哎呀，所以说我爱主爱到要死。诶，原来爱主啊，是要人教，爱主啊，是要学，要学习的。我唔，牧师唔是今日红了，直接心主啦，红了变哦，佮爱主佮就无诶。人是爱主一个，把一个这件事诶，这个代志咧，是要来学习。耶稣讲这句话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上帝。耶稣要帮助咱一个信主的人，真正 solid 啊，唔单讲 solid 啊，真正稳妥，真正免讲这，伊就免讲这，好一条，简单一条尔。爱主对上帝全心、全力、全性，这个是咱规个信耶稣的。意思是讲，今日都会爱主用全心、全性、全力的。如果是满足得了命令了，这五条的命令是一切律法甲先知的话的加了来。如果你爱着主用全心、全灵、全力的时阵呢，如果是满足上帝心、满足上帝律法得了话，要紧哦，要紧。所以今日。我的题目是：这十年，何咱人国家爱主，真正小的，真正穷困的，真正安尼讲，真正疯狂啊！安尼讲啊，真正小啊！疯癫来爱主，有时啊，福建话是讲来拍啲干部啊，一啲话无是全部是安尼问。OK。咱来看，阿咪是叫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对上、爱对上帝。后一个就是讲有一粒专一的心，大家讲有一粒专一的心啊，心是算粒的啊，一粒专一的心啊，安怎叫专一的心啊？在古约的时阵啊，因为奉献啊，因为奉献来做的时阵啊。养真啊，认真呢。那我谈到遐，农民谈了，我谈到遐。拢背了一个江，叫做玉潭河的江下来，然后到记得伊巴路上一个山顶，照了我今日所交代女的，将这石头来设立起来，了用红木灰来铺起，多阿刀要为摇华你的上帝。起一个坛，阿弥陀坛是用石头做的坛，石头唔顶未使放任何的铁，啊，阿弥陀未使放任何铁，唔是我跟你讲的，咱看落去啊，第六节讲伊要用规粒的石头来起摇华上帝的坛，到底坛唔顶要献祭，火的祭来也献了摇华伊的上帝，搁要献平安祭，并且大刀子。大摇华，你的上帝唔顶来欢喜，所以看到古约的时阵啊，因敬拜主唔是清清菜菜的，唔是乱乱来。哎呀，有啊，清菜啦，无啊，今日有鸡巴，无鸡巴买，有唔想啊，就进来拜上帝，用上帝拜。有时我咧想啦，无新做时阵哦，咱拜红光的时阵啊。咱个士多人交代咱，搁要拜十字香都，搁要拜六里奥，几支香，啊，要拜阿咪圣礼，要拜咪桂枝，交代啊清清楚楚，要烧阿咪香，烧阿咪金，交代啊清清楚楚，咱对个清清楚楚，阿咪说，咱惊还掉啊，对不？咱古早拜红光是毋是爱？都不记，都不都都不都不拜，都拜讲讲，都拜讲，都拜讲我爱你。那不讲我爱你，爱个咩事？喂，咱拜红光的心情是拜咩？惊？那是拜无着，拜无够，无定得会还掉。咱惊的心嘛？是唔是把路人拜上帝，咱未记一人信主了后，咱拜上帝唔相款呢？哎呀，拜上帝，咱未要用爱来拜上帝，
耶稣今日圣经讲讲啊，咱要拜上帝，咱未使清清菜菜来拜上帝，咱就要用全意的心啊，一条心来拜上帝。你看耶稣要叫你念，耶啊上帝要叫说耶，上帝要叫念，上帝要求是跪地的巴肚。有时咱行五六地嘛，哎呀，嘛是巴肚，不要紧啊，青菜有巴肚嘛好了，拜五六地来有做一个单来奉献好了。但你耶稣讲你，上帝讲你，我爱跪你阿的巴肚。有时咱敬拜主个时阵，哎呀，青菜啦。哎呀，上帝在乎了，上帝明白啊，上帝明白，上帝嗰个需要，嗰个明白，嗰个爱是咱人嘅心态，咱人按照方言和主嘅阿啲心态，你看到冇？今日咱嚟敬拜主时阵，牧师教咧嘛？嗱，大家讲牧师教咧，牧师教咧 ，OK， 我冇攞乜嘅咧 ，OK， 牧师教咧，我教大家啊 ，OK。今日看，那不是牧师解讲嘅，圣经讲嘅物件，头像物件，这巴肚唔顶要做咩？天会坐番子啊，番子就是会坐啊，会坐，然后要天啲咩？平安坐。今日真济人，新耶稣，新耶稣好唔好？好，我同你讲清啊嘛。特別有時都食先去問，先人所好唔好？我冇食到好啦，我是近排問題啦，我近排是食未飽又未死啦。咁做翻啲問題，先人所唔是衰補而家嘛？唔是講佢啲物件廿所解解而家食所補嘅，廿十幾日做嗰時，你看啲問題，因為做每隻嘢之外，見到輕者學上帝時準，都輕。会借咯，做偏平安借咯。那牧师咪话咪叫会借跟平安借，相款。大礼拜，有时人感觉讲来礼拜真啊是来悄悄歌，听下道理就都都一样。你会敬拜主，你会敬拜主听好听啊，你会敬拜主是会借来，你未使无好诶。哎呀，今礼拜无来，你都无好了。这礼拜我要去看我家己的人，哎呀，这礼拜要去吃饭，如果无闲就回家咯。别怪你会路无顺，你是来悄悄歌呢，你是来闲坐回家。第二项的坐就是咩？平安坐，这第二道的奉献。你话奉献是一道的咯，敬拜总是一道的咯。头一道的敬拜就是用你身躯。来跳舞唱歌奉献给主，和上帝心满足。第二大步是这类的奉献，平安节，平安节，牧师啊，我无累，我嘛病病，摊位无闲啊。我们在讲啊，为人真啊贵啊，真啊坎坷。哎呀，牧师是我，牧师我唔是卖货，我家己门坎坷，喏。我教啊，我教你教啦。都听你都想到，咱人政府冇收 income tax 10%，无论你做工或政府要收 10%， 有啦，有可能你是攞少个正少贵免货，对不？都想看啦，如果想讲读书安尼款，啊四十岁未来啊，四十年内边，只上帝嘅指头，上帝好啊贵鸟。上帝給我河水，上帝給我土天使，空氣，伊無給我收 10%， 咱未記得敬上帝，別怪即廿整嘅政治啊 ，10% 嘅政治，你無記啊，你尋日政治乜食落去，別怪你翹啦，別怪你食啦，你做啦。下路咧無損啊！你頭路無損，你行為無損，哇！你看了聽，我今日聽了，哎呀，阿姐發已經拖到錯啦，我感謝做個電話，你看了即嘛是叫吉祥咯，因為要尊重上帝。阿姐咪，會唔見未曬青菜會，好或者上帝無夠嘅啦，都加上帝嘅啦，上帝。
因为上帝爱咱人世间嘅一切，宽嘅宽，上帝爱世间嘅人，甚至等于讲，甚至三拜将伊嘅独生子赐予。上帝是安怎神？上帝是安怎？上帝是一个大慈嘅神，因是将无爱予咱人，伊将第一好伊嘅独生子赐予咱人。所以咱到底来时阵，咱就爱上帝嘅呢样就咪，用嘴讲，我咪讲，像我哋个位 girlfriend 讲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爱你爱你姑，一堆话无上叫爱我，哇，汗水啦！咱嘅上帝能讲，咱安怎嚟爱上帝？你就咪，人边头一个上帝要求嘅是一个专一嘅心，诶。爱跪地的，就靠的。我想我兄弟妹，今日不是，这经文写不是几千年前，不是巴鲁阿斯亚是几千年前写的了。几千年前要找一个大石头无用啦，好你找到大石头，要搬这石头，你无得搬运的技术，要搬这石头，你搬只市场了，不是一人会扛得起一个大石头了，对。了，圣经讲个物件，圣经讲，因要要求安怎何者石头唔顶会限制啊规地会限制，那是无白石头会限制哦，白，所以个要切，哇，无切，古早无咧刀啊来切石头个啦，几千年前，特别咱看到以色列人，古早个以色列人。一领全新，一领主心到去伊奉献的方面，对上帝的心，一领咩心？大家讲咩心？全意的心。全意的心啥物件呢？全意的心就是无惊麻烦，无惊坎坷，甚至出力出力，团结一切来完成主所交代的代志。神的命令想办法去遵守，阿门。那我再来看，所以咱看到咧，在这个经文内面，咱看到咩？咱听到上帝敬拜，不是清清菜菜。大家讲，唔系晒清清菜菜。唔系晒清清菜菜。唔系晒清清菜菜，阿门。唔系晒讲无要无紧，听到买一领主意，一领主心的，咱个买圣经，咱过去敬拜主，咱过去的敬拜献到上帝无转音。我尤其我正注意到，阿你正是托去拜顶领诗歌，领敬拜，那是伊要有一领有敬拜的恩膏，伊家己要分别为圣，这毋是摇滚。我唔是讲，哎呀，牧师你上严咧，唔是，这是你甲上帝关系，我变强变咯。我看了有时啊，一礼拜只读伊咧大顶一领诗歌诶，我无写字无注意，我看伊飞出个拎淡薄世界歌，伊个听世界歌，伊个唱世界歌，啊，我去夜吹道路主，佮唱世界歌咧，安怎有闻歌咧？安怎有生命咧？啊，做灵啦，啊，做会感动着人咧。这是我不明白，我是问每个问题。你学世主的人无准备好些，有时未准备好些，像请讲，无两早来三点半聚会，伊三点才来。有时三点外时个来，别怪啦，伊别有啦，别有啦，我清菜菜去个大顶，啊，做招待员的只换来，啊，别有啦，前日我讲了，啊，为头前伊注意伊换旧，伊早旧的，伊不如检查头前伊无换掉，后尾伊个来换，所以准备无好势啊，上帝学晒阮，很可惜个。我伫少年的时阵。我们少年了，我们成群少年了。我少年时阵啊，我第一干部强调我，强调的干部我，就是人我嘛干，
夏天半咧，咦，冰柜热，哈，我只冷呀，冷边有钻石嘅，攞钻石嚟参加聚会啊，是不是装得太多咧？我跟人约会，我改天夏天半，我系做骨，咪讲上帝冷我嘅只钻石咩？我同上夏天半，我夏天四字就够啦。我承担你，阿咪水，我不要紧，我担当不要紧，阿咪水，我对这冷只钻石。那是我夏天半钻钻够咧，我是已经迟到了。有时咱人大家敬拜做上帝啊，会太多唔想。咱因夏天半，明仔是夏天半聚会，咱夏天半钻钻够，夏天七点自己够，阿咪水，咱做面件。人大日咯，人上帝等咱人来敬拜，人个比上帝个大啦。人正常，上帝都是大，上帝都是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特别人人对，人千万一半日都该行去拜。哎，人无等我。上帝不是王，上帝不是主一样，都是主咯。这方面，人特别细致。那。我甲你讲一个熟悉的话来，我系牧师，系牧师，我系施工啊，我系牧师，系牧师。一到板顶有一间教堂，少少人啊。板顶是一个所在，都是咱我的家偏僻的所在啊，是西的所在哦。隔壁的教堂三千万，我感觉伊有伊的。高等大有伊个原因，按怎原因？比如讲三点半聚会哦，伊三点半开门呀，所以，你换教啊，下礼拜过来哦。哦，那我无，唔是讲我同意伊讲伊做个物件，伊做物件对唔对？我唔无批评，用每一个牧师，每一个牧师个做法，特别我感觉伊有小可个态度是对个，有时上灵呀，个青菜。伊三，比如讲，伊做个三点半，伊三点咪敲门啊，都系我教啊。伊讲下礼拜啊，伊无开门啊。特别人哋高等聚会是三千人，但是咱眼看咧，十几人。然后我个敲门嘅下礼拜已经减错，因为全部人嚟啦。新加坡第二间大间高等嘅高等叫做唔知叫咩啊，不要叫。特別是羅倫斯講嘅博嘅博書嘅教堂，伊會有一年我教，下禮拜有時準時教，準準點先教，有時都我教。然後伊直接，伊又要解決只問題，伊將嘅教堂砍四十折，但怕你問博書啊，啊做都冇開每組成呢，啊都砍四十折，是咯。我係為要報備掉阿咪嘅個尊事嘛，我俾戒人尊事，啲冚會冚事就變。但係萬千人嘅交通到啲新加坡是交通人，可能我俾報同報咧，或者我啊，我係嚟啦，每冚都定兵啊，都我教嘅數，所以講冚會。講笑啊，所以有時啊態度真係要緊。我喺教堂啊，做喺教堂嗰啲學興上帝尊重，因上帝坐人之埋，係唔樣係要好尊重上帝。咱嘅心態，咱嘅態度，有時真要緊。上帝要求咱做教堂啊，敬拜嘅敬拜是點樣？愛聖潔嘅，愛正直嘅。我喺度明白上帝唔是单单爱咱人敬拜，哎呀，有敬拜嘛好咯，又叫你借，公家你借，又叫你借做咩？唔是你款嘅，因为若上帝要求嘅敬拜是圣洁加专一嘅，所以历史上对古早几千年来以色列人都是做呢啲方面失败，所以因嘅分散嘅关系。咱来看，阿咪叫做尽心尽力。尊意来爱上帝咧，对神无妥协，什么叫妥协 ？No compromise， 啊？妥
可惜叫咩？我暂时找无啦，咱用手话来代替，清清采采啦。对心无清清采采。我今日读一段的经文啊，这叫犯了尼巴的囝，耶罗波姆所犯的罪，伊阁感觉是轻的，伊感觉伊家己感觉是轻的，阁带西顿王啊。谢巴利的查某囝，伊啊 ，Jezebel 来做耶婆，去服侍敬拜巴利，巴利是巴力神了。咱看了明镜，可能你读一句话，你无明白啦。来讲到个历史，古早上帝甲大卫王，咱大卫王都明白啦吼。甲大卫王立啊签合同，立约，讲我被何如？伊讲主啊，我多。大王宫愈无所在大，我要为汝来起个圣殿。上帝就对大卫王讲：我卖汝去为我起圣殿，因为你手太难开，开后者了，我会使予汝囝来起个圣殿。所以大卫王就准备个了个铁石头，个了个材料，予伊囝所罗门王来起个圣殿。所罗门真正好。伊去为上帝去圣殿做一真正好诶物件，特别到尾年老诶时阵呢，人讲食老浪哦，食老欢迎伊出嫁外口诶查某。圣经讲伊年老时阵娶一千个某，你卖看伊种话，你心想讲话，牧师话若是某一千个某，听伊拢真正变歹囡哦。特别后壁小姐之前，我甲你讲。都一千个宝，特别都一千个条五，啊，都小这问题，都会正头疼啊。所以，所罗门王有一千个宝，圣经讲这间了个宝，不是本地个宝，是外邦人个宝来。外邦人就是阿哩无信主个人，又唔买红光，都想话一千个宝，一个宝出一身红光，就白好了。以色列暂时有七千个人口，另外，这国家有思想了。上帝起方将这国家来分裂，分到十几地，将这十地和耶罗波村落地和所罗门。所以耶这耶罗波嘛，耶波罗安呢，就惊讲，哎呀，因为拜上帝道路，拜上帝要去北边道路，耶路撒冷。伊阿个国是住南边，所以我惊讲，即人去北边，伊都上拜人公，拜人公拜上帝了，无端来欢迎呢个做正件，咱可以做物件来读啊。哎呦，第十件了，伊阿波罗安心内边想，惊这国，国对为个对大面提出，即个百姓那是起耶路撒冷。大耀耀华的圣殿来献祭，伊阿个心必归向伊阿个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将我杀了，应归予犹大的王也罗伯安。耶罗伯安王个计划，安尼阮做了两只金牛囝，对百姓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拢去耶路撒冷去拜上帝，是真个够艰苦，看。我带人出埃及的神，就是一只牛羹了，伊个将牛羹一只放落去，不可以一只放落去蛋的所在。这代志叫百姓把刀放去嘴内面，因为因去蛋的所在敬拜一只牛羹。看了无？听清未？这就是安怎款的情形？耶和华安保不着上帝的家事，保不着所罗门王的故事，安尼阮将来保不着。我要提醒多些物件人之外，今日都可能都是耶和华安，上帝都在计划里面，希望都做好嘅。我做牧师，我看见别人做牧师，安怎唔做无辜啊？上帝就接你天堂咧？无够本，跟上帝帮助一个所在，因为伊要你学习，要考验你，要希望你，
对伊忠心无忠心，耶波罗安失败，伊个感觉伊做诶，伊做诶也是真欺凌伊啊，因为伊让伊错人去拜拜哩，叫做偶像了。所以系因为无一个基督徒忽然间无爱主诶，侬无忽然间同样爱主诶。那是失去能力来爱主的，是越爱变变慢慢变冷淡的，是完全去对上帝的态度无要无紧，清清采采。这清清采采无要无紧的态度，可能失去爱主的能力。某个人一下，我讲第一，某个人一下无爱主的。不过一个人讲，是因为那是冷冷酷者，清清采采，无一无紧的心态，在伊人生命中间，伊会慢慢来教咱人、教咱人，互咱人对上帝搁在已经无一无紧了，互咱人对上帝未在了认真。也是话，我要讲个名言。等到我古早开始教堂的时阵，人少少的时阵，真侪人未晓的心态，好我教了后，所以当面试我教咪来讲听。古早爱办晚年、过冬、过节、圣诞节时阵要教时阵呢，个人拍电话来啊，拍电话教堂，牧师啊，牧师，我厝有一个沙发，要奉献给教堂，唔知都爱无？搁一粒电视机，唔知佫爱无？个人要奉献哦，教堂，安尼有心，原来讲卖哦，讲爱啦。所以，随着老李去载，载转来，到个教堂时阵，我佮看到，诶，伊沙发破一空去，伊个电视机原来是乌白，侬佮看乌白个电视机哦。意思是讲啊，因过年过节啊，因要换沙发了。用分段，用省了劳力税，叫牧师去载劳力，去提洋金三百万家己。从阿日起我交代了，若是自手的，汝无爱，汝莫献给上帝。汝爱献给上帝，献第一个，别怪咱一洋金我是安。我无接受，因为我达到载三百，提洋金载三百来，搁载三百几多。咱个心态，我唔想都袂使好。你想对，你家己都买了，你破一空个，你厝下了新个沙发，但你都入破空个沙发互上帝，啱无啱？你厝下了五十几寸个电视机，但你都奉献互上帝是乌白电视机，你家己唔买，这叫做心态。讲到这阵，你烧过哦？你生的时阵，人送你礼品就有哦。你烧礼物哦？我常常烧礼物，我木做做木梳常常烧礼物的啊。圣诞节我常常烧礼物的，开咧，哎呀，送我 stocking， 我未穿，查某穿啊，坐在边度讲笑。所以，我物我未用的嘛，未用的物件。有時我第一人送我衫，因為我的身材白白水，穿落去，哎呀，整個肉油印出來都未穿。我希望我買衫咧，佮穿落去，我收伊衫，收啊兩三年，伊白衫變黃去啊，佫再未穿。啊，尤其是人，我真驚人送我衫，我送收的禮物我未穿的哦。咱安怎做的？咱要把握住伊送我人，對不？明白講㖏？我意思是讲咩？人情味，你想看啦？今日是上帝，你送无少好物件给上帝啊，送物件给上帝，送阿你上帝买啊！咱是给上帝爱啊，这个食啦。你爱给上帝，上帝爱；你莫给上帝买，你根本买嘢都给上帝，对唔对？咱的心态，咱的态度。第三，来聊聊啊。第三，讲起
阿咪是叫做尽心尽力尽性嚟爱上帝咧，就是专心向了神的人。系大家讲专心，专心向神的人，向神的人。圣经讲嘅物件，即是无人讲嘅，即系别人讲嘅，是上帝本身讲嘅。上帝讲嘢，咁那是我嘅仆人太基勒，因为伊有另外一个心灵专一的。军队话，我个将伊领入去阿哩地，伊个后代也叫要趁阿哩地来做伊个产产业。那现在我一讲物件，我解释两句先啊。先前讲个物件，有一个人叫做 Caleb， 那是都无名啊，都无 Christian name 嘛，即大概啊 ，Caleb 是阿个名 ，Caleb 是上帝愿意人诶，加勒是阿人呢？如果可能讲起咯，都个无无圣经，都无读圣经书。如果讲耶稣也都个知啊，摩西的下下手是做啥？耶稣也，耶稣也的下下手是嘛？起了吗？会袂啊？起了。上帝讲，起了吧，这个人啊，凯勒加勒这个人啊，是我的仆人来，我的忠心仆人来。伊是甲人无相关的，啊！伊讲伊甲人无相关的，啊！你无相关的，伊有一种嘅心灵啊、心智啊，是甲人无相关的。啊！你心智个是专一的军队话，啊！你何伊甲人无相呢？因为伊有一个专一的心，别人有无伊唔伊无想要知，伊也要有一个专一的心对上帝。别人爱卖军队上帝，伊无想要插，因为无关伊嘅代志。一定就是问题上帝交底，真无聊哦。先讲物件，当即起了转一问题上帝，上帝安怎来回答伊？上帝安怎报答伊？上帝讲：我要徛伊嘅头前，我要为伊开路，我要何伊参与？今日你第一讲者，有摸摸，阿是看看。哎呀，我输地下坑坑啊，地下坑坑，你博啥企了吧？你讲，你博啥凯乐啊？你讲，伊是安怎无安怎个人？是啊，加乐，就是讲凯乐，凯乐是我古早的博输的囝啊，是名凯乐，你讲是叫啥物啊？加乐，这个人啊，是无相关的。无同款的心，阿咪心呢？伊有一个专一群体主的心。当一个人有专一群体主的时阵呢，上帝就予伊产业，唔是产业，错伊教我哋产业，予伊产业后代。贵人爱上帝予伊产业的亚手去，阿你客气啊！阿门，天叫手放过来，上帝要予你产业，但你有一个条件。个要专一来军队做，开起了加了，我是一个专一军队做的人，所以上帝会产业，上帝提出下午时咱拼官司，我困难啊，开好伊啊，吹客卡啊，啊，这个做未成，因为如果专一来军队做，你用家己的办法，用家己的路行，上帝爱你，哦，成个加了，安尼款起了，安尼款。专心军地主要上帝提你出头，上帝提你回路，上帝徛在头做位，行在头前，上帝赐这个产业，好路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那个就来看，我要证明啥？其实讲伊，特别 second chronicles， 你带字下十六章第九节讲样，妖花的目睭，大家讲目睭啊，记唔住你目睭吗？妖花的目睭看遍全地，要显大能力，帮助向伊心中完全的人。哎，另外，你可能你信主啊，你可能你唔知，你在上帝目睭的哦。你唔知就见咱中国人讲天有眼啊，上帝有目睭，所以启示咯，启示了第圣经第落尾一本册，圣经个讲法清楚，上帝有七目 ，seven eyes， 七个目睭啊，哇，有够准啊，你讲两对㖏。
后面上帝你有切目睭，前看、后看、边仔看、头前看、下底看、后面顶看，看个了。哎呀，安尼我嘛走鬼，唔是，伊看真正清楚。上帝的目睭四散看，你袂使四散看。目睭，上帝目睭袂使四散看。四散做咩？伊要找一个人，啊，个人呢，伊的心是向了伊，完全向了上帝的人。今日我教你一个物件，就是因为你爱上帝，安怎来爱主呢？安怎爱上帝来帮助你呢？那种上帝帮助伊，安怎帮助？上帝帮助有帮助有人嘅啦，有经人嚟帮助嘅。上帝经帮助阿你一心完全对伊嘅人，唔是帮助伊啊，是用大能力嚟显明大能力，让伊心固定。你心安怎？你心是向了上帝，还是向了 boyfriend、girlfriend， 向了头家，向了？环境奇怪啦，你嘛存在存在咯。你把伊个目睭是看了，你向伊去问，要知道这个环境话，这所在，上帝目睭多多变正变，东南西北拢看了人人，伊要找一个人，真安尼一个十几人，几个是全心向了主的心的人，而且上帝讲安尼款人，伊要伸手。刀下手伊，唔知要刀下手伊，伊要用灵力来显明互伊看，因为伊心是向了主完全的。继续，都是全心向了主无，都有无？那我问你啊，你会想啊？免回答牧师啊？那是今日你，今日你头家甲我讲，阿明啊，你礼拜日来做工。你心过向了主，即个要问西蒙呢？西蒙是绝对礼拜日无做工，礼拜日一定奉献了上帝，就说上帝真啊欢喜伊的心。那是对礼拜日对老公啊，对大人讲，哎呀，早起都陪我去啉咖啡啊，你心过向了上帝。你无讲，哎呀，老公。陪我去飲早茶呀，阿婆今日去食點心，你嘅心都向了上帝。那是你嘅好朋友約你三點半今日去啊，即係啊，我就要好扛頭。哎呀，我都冇去交通，不要緊啦。你心都向了上帝啵。那是你嘅卡卡，要緊嘅卡卡，你一個月會賺十幾千塊嘅卡卡，叫你講三點半來見我。你的心过摇动，讲真啊用啊，行动的时阵，就知讲你心到底有向了无向了上帝。你先讲，哎呀，无管他面无，咱成年嘛在甲听的，你讲这句话有无？我捌一个人，咪讲名，讲名可能会再响啦。我捌一个人，伊是爱做，是无闲在爱做。特别咧，那是头家叫教，伊客客叫教，伊 never say no。我咪十二点伊唔去边教嘅，都是做工呢，也是卖身。我感觉起都该勤苦，我真都爱做，但有时都咪会送地气啊。我真系勤苦，我无惊俾钱。这是伊嘅原因。免白我，选顶多来抽，一日对拄了一个时阵，拄做咩决定时阵，佮代表咩心啊？对面因我咩个讲，上早有人讲啊，人讲我咪讲甲你头前，免因我，一日拄了一个时阵，对甲讲注意我心向，无论安怎反我好，我心会改变，我心绝对向了，都对来，会了啦，了啦，了。OK， 那个咩耶稣讲句话，耶稣对伊讲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上帝，这是戒命中头一个，而且是第一大。今次耶稣同款的门徒，同款同你讲咧，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凡讲
嘅，唔是牧师讲嘅，唔是圣经讲，是耶稣亲嘴讲嘅。你要尽心尽性爱尽力爱主，今日上耶稣这标准从来无加多过，加多 standard。伊讲哎呀，清彩啦，都爱我第二啦，爱我第三目标紧啦。哦，耶稣讲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。而且耶稣下到这命令，不是新的命令。啊，我把路开始出一个新条路，不是，这是新的路来。这是古早摩西时阵已经落来了，伊抄摩西的路。意思说，从古早到今日，到今日两千一空三年，耶稣无改变着，都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。主耶稣用旧约的圣经的话，意思是讲，当咱完成了，做了全心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爱上帝时阵呢，如果提供了了，如果做干了，耶稣会改变了。那是你不知道全心、全力、全意来爱上帝，你做个一百行好，上帝讲。都是一个无修外修外命令的人，这是件怕死的代志。咱会无讲闲话，咱无偷窃，咱无白吃，咱会做一件好的人。特别咱无爱主，用全心全力，路甲怕死甲过了。下礼拜搁较刺激，我要甲你讲，甲安怎来爱主，全心全意。安怎来爱？我自己，所以我想做的是结束。每个人家是全心用主的人哦。了，安怎来奉献来爱上帝呢？头先爱有全意的心，大家讲全意的心。全意的心。对上帝。对上帝。永远。无青菜，无青菜，专心，专心，向心，向心，给人，来再给人听起来。我要吃啦，我已经把家里搬出来，不知道。那用这个来，你买就好。那么，这个要你买。